这个是个杂货铺，杂货的一种地摊儿。卖了什么都有，基本上都是卖一些旧货。这种呢是应该属于是，也是80年代的，这是河南钧瓷，应该叫彩瓷的这种。这只有我们这边有。这都是一些80、90年代的一些青花。这个太冷了。哇塞，这是啥东西啊？痱子粉。然后卖蒜的。哎呀，宝贝来了，皇帝。天爷，这肯定是乾隆年制。看这，地摊上啥都有吧。